Wait.好，那我们到点就开始啊，因为今天东西还是比较多，时间比较紧张的啊。那今天我们来讲啊，四个组件：HBase、Kafka、Zookeeper 啊的监控去调用。那 Hive 这个组件呢，其实没啥好监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 Hive 就是一个把这个 SQL 转化为 MapReduce Job 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呢，针对 Hive 呢，主要来讲一下它的一些这个 job 调用的策略啊。那么，上节课这个结束以后呢，部分同学还是这个安装集群方面有一些问题啊。那小马哥呢，就建议你们就严格按照我给你们的 PPT 上面的列出来的步骤啊去操作，然后呢，每操作一步你都检验一步，确保上一步执行是正确的啊，然后再做下一步。如果你的虚拟机曾经做过一些别的事情，或者说你曾经安装集群到哪一步失败了，我建议你呢就把这个虚拟机啊直接释放掉，然后再申请新的虚拟机啊来搞啊，因为呢你比如说你的某一个节点啊曾经加进过啊某一个 CM 的托管，然后呢你又把它卸载掉，这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在啊，本机留下一些像 UUID 啊一些这个标识的文件啊，表示你这台机器加入过这个集群了。这时候你再去加，就可能会有各种问题啊，包括你的集群，如果你的那个虚拟机啊，如果你之前比如说做过一些实验来装过社区版的Hadoop，那么社区版的 Hadoop 你有一些目录和我们新装的 CDH 集群啊，目录如果是重复的，它检测到有那些目录存在的话呢，也会安装失败啊，所以你这些事情呢，不是说不能修复啊，当然是可以修复的，但是要修复呢，你就要花额外的代价，而且呢，你需要去啊看懂里面的很多这个错误提示啊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去琢磨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所以呢，你还不如把虚拟机啊搞干净，直接用干净的虚拟机这个来做。那这个集群呢，还是要望同学呢尽早安装完啊，因为你这个集群装不完的话，这个后面的实验呢就没法做了啊。虽然，小马哥这两次还是比较简单啊，就基本上，你说有一些参数啊，我们在这个 CM 上怎么点点弄弄啊，基本上就可以了啊。那么，后面的东西从下一节课开始呢，如果你要做实验的话呢，还是需要你这个集群这个完全正常才可以做后续的实验啊，包括还有一些企业级的案例，也是取决于这个集群这个正常运行的啊，不是这个点点弄弄就这么简单能完事儿的啊，所以呢，还是啊尽量把它装完啊，你先这个按照我的步骤装，以后你等到你装的经验丰富了啊，你想自己折腾一下其他的装法啊，再去研究这个东西也来得及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几个组件呢，相对来说，要比前面的像什么 HDFS 啊、YAML 啊这些要困难一些啊。这个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对这些组件呢，第一个 HBase 啊、Kafka、Zookeeper 可能用Hadoop 公司啊这些东西呢，可能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一点啊，比较少一点。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们就没有像 HDFS 啊、YAML 啊这么直观啊，而且这些组件的很多参数呢，不像这个 HDFS 和 YAML，可能我这个基本的改一下啊就能用了，顶多调一下堆内存啊什么的啊就能用了。那 HBase、Kafka 尤其这两个组件呢，很多参数你如果稍微调一调呢，就会对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有很不一样的影响啊，也不能随便的去调它。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啊，就会麻烦一点啊，困难一点。那我们呢，也要多花点时间啊，把这个讲清楚。所以今天的时间啊，还是比较紧张的。那这个呢，我下面说的这些监控的图表啊，其实你在这个 HBase 进去啊，一个呢，在 HBase 的这个 charts 里面啊，其实都能找到这些监控图表。然后呢，对于个别角色的监控，比如说对HMAS 的监控啊，那你点这个右边这个 charts 里面呢，是对 HMAS 的监控图表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集群，这个 HBase 里我表也没有见过啊，包括这个数据也没有跑过啊，所以现在来说呢是个很空的状态。那我就给人就是给大家放的截图呢是小马哥自己公司的这个测试环境的这个截图啊，这个数值呢看上去会显著一点啊，会显著一点。那么这个截图呢都是
CD 是5.16的这个呈现的格式啊，它在这个图表的呈现上可能和你现在看到的呢略有区别啊，这个都无关痛痒啊，无关痛痒，你明白意思就可以了。那图表呢，我都是去核对过的啊，每一张图表都是在我们现在的上面都有的。那第一个呢是这个 total regions 啊，across region servers 啊，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总的 region 数，对吧？但是呢，这个 region 数呢，其实第一个啊，它是指这个我整一个集群啊，当前所这个真正生效的啊，真正生效的 region 数。另外呢，这个总 region 数的这个大小或者说这个数量啊，它和我们像表的创建、删除啊，以及 split 等因素有关。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就再来回顾一下啊，这个 HBase 的这个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的写入过程嘛，对吧？我这个数据呢，我们说先写进 HBase 的时候，首先是写进 wall 啊 WAL 对吧？是一个 write ahead log 对吧？只有 wall 写成功啊，我们才认为这个写操作是成功的，然后呢，我们才会写进把这个数据写进 HBase 的 memstore 啊。那么，当 memstore 啊，我们知道 memstore 毕竟是一个，对吧？是一个基于内存的东西啊。它 memstore 是你可以理解为是 region server 中的一小块内存。那这个内存呢，迟早会满的。那满下来以后呢，就需要把 memstore 的东西刷写到 HDFS 上啊，把它持久化下来啊，我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 H5 啊，H5。那么，一个 region 下面可能会有好多 H5。这个 H5 呢，第一个它的这个数量可能会不停的变多，然后它的大小可能也会，总大小也会不停的变大啊，包括每一个文件的大小也会不停的变大。那么这时候，当一个 region 它总的数据量达到比较大的一个程度呢，啊，我们就认为这个 region 啊可能就太大了啊，不太适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 region 存在。于是呢，HBase 就会做一个 split 啊这个动作，去把一个 region 啊，把它切分成两个 region，从而呢放到两个不同的 region server 上去，这个提供服务，啊，那么啊，我们说了这个 region 在 split 过程中呢，啊，几乎不会对这个 HBase 的这个可用性造成影响，因为它在 split 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 region 啊，它分裂成两个 region 的时候，它先把两个新的 region 做出来，啊，做出来以后呢，它还会做一些像这个 major compaction。compaction 这样的事情啊，做组合并这样的事情，它也会在这两个子的 region 出来以后啊，先做掉，做掉以后，它再把当前的这个 region 啊切换到两个新的 region 上去。所以这个只有在这个切换过程中啊，一瞬间你可能呢部分的这个连接会中断，需要重新连。那么这个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啊，非常短暂的。所以说 split 这个操作呢对。HBase 集群的可用性可以说这个影响不大啊，影响很微小，但是呢，它会导致这个总 region 个数的增加啊，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region 啊，变成了两个 region。那么出于性能考虑，因为这个 split 操作呢，毕竟也是需要消耗集群的一定性能的啊，我们呢应该尽量减少这个 split 导致的这个 region 数变化。另外呢，还可以通过 merge 操作将多个 region 合并成一个。啊，这会减少 region 数。那么 merge 操作呢？这个 HBase 它不会自动的来干啊，这个是一个运维命令下的一个操作。它的作用呢，就是把两个或多个 region 啊，把重新把它合并成一个 region。那这个呢，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啊，但是在部分场景下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啊。比如来说，就是我一张表，比如说我一张表里面。删除了很多数据啊，删除完了以后呢，我又做了 major compaction，这样呢，这个数据就啊，数据量就真正的减少了，对吧？因为它的这个 H5 都重写过了。那这时候呢，可能单个 region 所管理的这个记录条数就重新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值。那这时候呢，你如果觉得 region 数相对来说太多了，那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merge 操作把 region 数啊，一张表的总 region 数，你可以把它减下来。啊，可以做这个操作，它呢相当于是一个 split 的这个逆操作啊，逆操作。那应该来说呢，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啊，我们的这个集群的这个指标应该是保持恒定的啊，保持比较稳定的。同时呢，我们为了减少性能方面的抖动啊，以及减少这个短暂的不可用的情况呢，
在建表的时候啊，我们后面会讲，也推荐大家把 region 预分列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后面不需要再去 split。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啊，整个集群这个值啊，最好是比较稳定。除了你这个创建表和删除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波动，其他时候呢，应该保持比较稳定。第二个值呢是 read and write request，就是读写的请求数啊，是一个集群层面的 HBase 集群层面的这个总的读写请求数。那么注意呢是这个这里面读写请求数不光是客户端发起的读写请求数，也可能是像集群内部的 split compaction 啊这些行为导致的这个读写请求数。那么 HBase 这个服务，它最大的这个读写的吞吐量啊，和几个因素有关，这里面就包括 HDFS 的 IO 啊够不够。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盘我们都会挂的很多。那么网络 IO 呢，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瓶颈啊。那么数据大小、单条记录或者说单个字段的大小啊，以及你所取的这些列族名啊、列名啊这些大小，也和这个读写的这个 IOPS 有关。那因为毕竟我们每次读出来的数据啊，虽然一条是一条，但一条数据有可能很小，有可能很大啊，这个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设计啊以及数据本身。那这个值呢，比较难以通过这几个指标去拿一个公式去算出来啊。那么，如果你想估算 IOPS 的上限值呢，你就去进行一下压测啊。当然，你在压测的时候呢，要注意，你要确保你，比如说你这个网络带宽啊，首先不是你的瓶颈啊，其次呢，比如说多用一些自动化的软件啊，多搞一些这个客户端节点来这样压啊，那可能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啊比较精准的这个值。那么如果你想单独监控就是客户端发起的请求数，而不屏蔽掉集群内部的这些操作导致的请求数呢，可以单独监控像 get、delete 啊这样的操作所产生的这个请求数。那后面呢也有这样的例子啊。那么这个 total flush queue size 啊这个指标呢，在我们这个服务的 status 页呢没有这个指标啊，可以在这个 charts library 然后你搜一下。这个叫这个 total flush queue 啊，你可以搜一下 total flush queue 啊，这个指标呢其实是可以搜出来的啊，然后呢你人就可以用我们上节课说的方法把它加到你的这个 HBase 服务的 status 页上来啊，这个我们就不重复操作了。这个指标呢是反映 HBase 的 flush queue 的这个大小，当有我们说啊，刚才说过了，当 memstore 啊比较大的时候，它就需要去刷写到 HDFS，并且呢把当前的 memstore 清空啊，以便能继续承载后续的这个写入的流量啊。那么刷写到 HDFS 的时候呢，这个刷写的请求就会放到这个 flush queue 啊这个 queue 里面去。这个 queue 呢是一个无界阻塞队列啊。那个写过 Java 的代码的同学呢，应该知道啊，这个无界阻塞队列。所谓阻塞队列呢，就是说你这个啊，必须在那边这个排队等的啊，排队你可以这样认为是一个需要排队等的队列。那么无界队列呢，就是说它的 buffer 啊，就是说或者说你这个队列的总的长度呢是无限的。那么如果有大量的这个flush 的这个请求没有被处理呢，会有潜在的 OOM 风险啊。当然了，这个一般正常情况下啊，你flush 的 queue 啊不会达到这么大的值啊，不会达到 OOM 的这个程度，只有出现在比较大并发的这个而且是这个突发性的这种 put 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 OOM 风险。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啊，比如说就是说，比如说有10亿数据啊需要去写入一张 HBase 表，那么你一条一条 put，第一个呢是可能会造成部分这个服务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 flush queue 被写满啊等等。另外呢会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你一条条的去 put 啊，相对来说比较慢啊，相对来说比较慢。那么有一个办法呢，就是 HBase 里啊，它有一个特性叫 bulk load，它呢可以将你的一个外部的数据啊直接写成 H5 放到 HDFS 上去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你一个 region server 挂掉啊，这个数据恢复的时候是恢复所有的 H5 中的数据啊，加上 WAL 啊 wall 里面还
就是在这个所有 H file 写下去之后的数据，拿这两部分数据来做合并的啊，所以你只要写成了 H file，可以说呢，你这个数据就已经导入成这张表了啊，所以在大批量导入 HBase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这个 bulk load 啊，这个特性啊，或者说这个工具啊，来进行这个操作，而不要一条一条 put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compaction queue 啊，这也是一个队列，它是这个所有的Major 主合并和次合并啊，它这些合并要做的时候啊，它都会把这个事情呢先入队啊，因为 compaction 发生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 queue 呢通常也都不会有 OOM 的。那么这个指标呢，通常啊，你看到我们这个上面其实只会偶尔出现这个个位数的一个值啊，不会说有非常大的值。这个 queue 呢，通常来说，一旦入队以后，马上这一条请求呢就会被处理掉啊，所以这个队列呢是不太会堆积的。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上面有比较高的尖刺啊，这个值比较大呢，你需要去看一下啊，是不是你的这个服务有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呢你这个这个持续写入的数据量太大了啊，它一直在做，因为 major compaction 啊这个发生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啊，major compaction 很低的，minor compaction 呢相对来说大一些啊，所以你要看是不是有持续的啊不停的这个数据量在写入，那你就要考虑啊去优化它了。这个 total slow get 啊，slow get 呢就是说这个单次啊这个 get 操作，所谓 get 操作就是我们从 HBase 里面这个查一条数据啊，点我们称之为点查询这样的操作的这个特别慢的点查询数。那这边所谓的 slow get 呢，就是指单次调用超过1000毫秒，也就是1秒的这样的这个 get 数啊。这个图呢，通常我们是用于来辅助这个集群性能问题的排查啊。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像 memstore 啊刷写啊，我们后面也会说啊 memstore 刷写有一些参数可以调，使这个 memstore 这个不可用的时间呢，尽可能这个变短。啊，以及呢，你可能某一些这个缓存没有命中啊，导致你 get 特别慢啊，等等，或者说你这个 HDFS 这个吞吐量不够啊，导致你 get 特别慢啊，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看到有非常高的值啊，比如说我这边呢，可能一天就出现个一个 slow get，那你如果出现的非常多，你就要去结合其他的像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IOPS 啊。以及像 split 数、compaction 这样数啊，这样的图表去进行排查。那因为我们知道，在部分啊，这个啊，比如说做 compaction 的时候啊，那可能会一个 region 啊有比较长的时间不可用，那么这时候呢也会影响啊你这个 get 操作。接下去呢是这个 region server 这个角色它的啊 region server 本身的一些这个统计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Java 的这个对内存大小，那么region server 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吃内存的操作啊。我们这边这个测试环境其实分了一季，这个因为呢我们这个测的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很多啊，本身它的数据量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分的非常小。实际上在真正的线上环境的 HBase 上面啊，这个分4G、8G 的对内存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啊，我还见过更大的，那取决于你这个整个 HBase 集群的繁忙程度啊，以及你的数据量大小等等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说呢，像memstore 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是一个写进来数据一个暂存的地方，以及 block cache 啊，那block cache 这个东西呢，这个第一次我们介绍 HBase 的时候啊，有个同学还提出了这个 block cache，我没讲啊，但实际上 block cache 这个东西呢，我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把它放进去讲啊，这个东西实际上也就一句话就把它说明白，它是干什么的？你就可以理解为啊，像这个数据库，我们知道数据库为了这个加速查询，也会有一些查询的缓存，对吧？那么 HBase 为了加速查询呢，它也有一些缓存，这个缓存呢，你就可以叫它 block cache 啊。那这个 block cache 的实现呢，通常都是用 LRU 啊这种 cache 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最近最少使用啊，最近最少使用，这个算法啊来做的啊，使用的少，它就把它从这个 cache 里清出去了啊，使用的多，它就一直保留在 cache 中啊。当然了，这个前后呢，这个 HBase 发展过程中前后也有几个不同的这个 block cache 的版本实现啊，其实这些差别呢也很微小啊，主要就是集中在最早的版本呢，它是
完全放在Java 的堆里面的，就 block catch 的数据啊，完全放在 Java 堆里面啊。那么后面比较新的实现呢，除了 Java 堆以外呢，它还可以放在堆外内存中啊。其实这也是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堆内存的管理啊，都是有非常相似的啊，包括像 Spark Flink 这种堆内存管理都非常像。啊，为了这个加速，这个内存的存取啊，以及呢便于这个规避垃圾回收的问题，很多东西做优化啊，它都是拿这个堆外内存和堆Java 堆内存两个一起来使用的啊。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 catch。那么像 memstore block catch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需要占用这个 reading server 的这个堆内存。另外呢，你在这个做 split 以及 compaction 的时候啊，不管是 min 的还是 major 的，都会消耗额外的这个内存。因此呢，这个 reading server 的内存管理是一个重点，而且呢，在实际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也很容易发生这个 reading server 的这个内存的 OOM 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种呢，你就可以，如果真的有 OOM 的情况，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告警去处理它啊。那么日常的对这个指标啊进行巡检就可以了。像我们这边呢，这个即使尖刺啊也没有到1G 啊，所以呢认为这个值呢基本上是够用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取决于你啊这个真正内存调优的时候呢，还是取决于你用什么垃圾回收算法啊。如果你是用 ParNew 加上 CMS 啊，这样的比较经典的垃圾回收组合的时候呢，它需要调整的参数呢就多一些。那么 GEGC 呢，可以说它因为有统一的这个内存管理特性啊，它里面不像这个以前的这个 ParNew 啊、CMS 这样啊，分是什么 Eden 啊、Survivor 啊、这个 Young 啊、新生代啊、老生代啊，它不做这样的区分了啊，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内存管理的这个参数呢就要简单一些啊。后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荐的这个内存GEGC 的这个内存参数的配置，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垃圾回收的时间啊，注意呢，这个是一个总时间啊，这里取这个总时间是多久的时间来加呢？取决于这个图表上的每一个点的力度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我这个图是可能是一个我就看一下啊，可能是一个一天的图啊。那么一天的图呢，就可能是它每个点呢就是10分钟一个点的啊。那么一般来说，10分钟一个点的 GC 的总时长就不应该超过10秒啊。那么你如果在里面频繁的看到有尖刺值，而且这个尖刺值，你看我这边呢可能就4、5秒左右啊。你如果频繁的看到10秒以上的尖刺值，那你就要去调整这个 reading server 的这个堆内存参数了啊。raw CPU 一般来说啊，这个reading server 的 CPU 呢不会标的很高啊，因为reading server 它其实真正有 CPU 开销呢，也就是在一个呢就是说协处理器啊。所谓的这个协处理器呢，就是说有一些操作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对 HBase 的这个数据来进行 scan 啊，scan 呢就是这个批量扫描啊，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要进行一个 scan 的操作，那么在 scan 的同时呢，我要对某些列的值来进行一些过滤。那么这个过滤呢，一个办法呢，当然是你把所有的数据都 scan 出来啊，在这个客户端来进行过滤啊，依次的迭代一遍。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协处理器直接在每一个 reading server 来读取这个 reading 的 data 的时候，就把它来做过滤掉啊。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因为减小了到你客户端的这个数据传输啊，所以说呢，这个速度也会快一些啊，对带宽的消耗呢也会小一些。但是呢，这个 reading 这个协处理器啊，我们称之为coprocessor 啊，coprocessor 这个东西呢是对 CPU 呢有比较有一定的开销的啊。另外，在写以及像做 split compaction 这样的过程中呢，都会有一定 CPU 开销啊，因为它会需要去像 compaction 啊，它会需要便利你的这个major compaction 啊，需要便利你的文件啊，全部来通读一遍，然后呢来检查中间的这个像墓碑标记啊，以及啊这个 timestamp 啊这样的值的啊，所以还是一个 CPU 密集型的一个操作。但总体来说呢，这个值啊应该是不高的啊，如果有非常高的值呢，就需要排查。这个指标的口径呢是所有的这个 CPU 的使用率除以总的核数啊，所以这个上限呢是100%，也就是说单个节点最高呢只能飙到100%啊，和我们在这个 top 主机的 top 命令下看到的这个
百分之几千啊，那个是不一样的计算单位啊。另外呢，这个我在之前的直播课程中呢，也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某一个公司啊，它的这个 HBase Reduce 啊，经常这个CPU 标的很高啊，标的很高，然后呢也排查不出什么原因啊，后来就来问我啊。那问我以后呢，我也感觉很诡异，因为看了它的那个配置啊，好像没啥问题啊。那么最后呢，发现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用的是CDH6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Hadoop 3.x 的版本。然后呢，它对这个 HBase 的这个 H5 存储的路径啊，它用了这个 Erasure Code 啊 EC 码啊。那么 EC 码用了以后呢，你每次读出来啊，当然就是有巨大的这个CPU 的开销啊，当然这个 CPU 开销啊，不是在这个 region server 上啊，是它的这个region server 的这个物理机的这个节点上啊，CPU 标的特别高啊。那么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整个 HBase 这个性能就上去了啊。本来呢，它这个性能是非常差的啊，所以这个CPU 啊，region server 这个节点的 CPU，虽然它这边是服务的 CPU，但实际上呢，这个整个机器的 CPU 啊，你也需要关注一下啊，也需要关注一下。这里面是 read write request 啊，是这个读写请求数，是这个单个 region server 读写请求数啊。你可以在这个总的集群层面的 region 这个读写请求数有问题的时候呢，再来根据主机来排查单个的啊这个读写请求数。然后 hmaster 的这个图呢就不太多啊，一个呢是这个 cluster request 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啊，因为 HBase 啊，我们知道它只是负责来管理整个集群的这个元数据的啊，元数据的，或者说叫这个 table 的这个 schema 的这种数据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开销呢是不大的，所以这个 request 的数呢，你相对来说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啊，需要去监控它啊，监控它，巡检的时候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个这个 region in transition 啊，这个值呢，其实相对来说啊，有点重要啊，有点重要啊。region in transition 啊，或者我们经常这个缩写称之为 RIT 啊，RIT 这个指标呢，是一个处于超时状态的 region 数啊，所以经常这个你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HBase 运维啊，你问他这个最 HBase 里最麻烦的是什么啊，那他就会告诉你。最麻烦的是 RIT 的啊这些 region 的这个处理。那么像啊我们说对 region 的操作有 assign、unassign、split 和 merge 四种啊，其他操作啊像 move 等啊会拆分成这四种操作的组合来进行。那么这些操作这 assign、unassign、split 和 merge 这四种操作呢，都会使 region 的状态发生迁移，也就是说会。在中间的一个中间状态啊，会处于叫 region in transition 啊，所谓 transition 就是迁移嘛，对吧？会处于这个 RIT 的状态，在 RIT 的这个过程中呢，region 是无法读写的啊，没有办法读，也没有办法写。当然，这时候呢，你的读写请求呢，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处于这个阻塞状态啊，在那边等啊，等到这个如果你这个 RIT 的时间非常长，那读写请求超时了啊，那它当然就会啊，就会。有一个错误返回码或者抛出异常了，对吧？那么由于 HBase 本身的机制呢，我们这个region 啊，短暂的处于 RIT，像你比如说 split 操作啊，你这个 RIT 的时间可能就几毫秒啊，甚至不到一毫秒，因为我说了它是把两个新的 region 准备好再去切换的啊，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短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呢是长期的啊，甚至呢某些 region 它。看起来永久的处于 RIT 状态，这种问题呢，我们才是需要处理的。也就是你在这张图上，如果你看到啊，这个指标不为零，而且呢，长时间处于不为零的一个值，这时候你就要啊，一定要作为管理员，你就是一定要介入了。一般来说呢，这个默认啊，大于1分钟的处于 RIT 状态的 region 啊，其实都会在这个图表里面去展示的。那么RIT 呢也有很多常见的原因啊，包括呢这个我们后面讲到 HBase 运维命令的时候呢，应该后面的第二位老师啊，穆老师应该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 像 RIT 啊怎么修复这些命令啊，应该会给大家讲的。那这个 RIT 的原因啊，或者说长期处于 RIT 的原因呢啊，小马哥总结啊，一般来说是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 HDFS 的数据问题啊，比如说。
H5 损坏了啊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是 split 的过程中有问题啊，split 没有完成啊，或者说呢，你这个 region 本身有问题啊。第三个呢是 compaction 的问题啊，这 compaction 有可能是 major compaction 啊，数据量特别大啊，它这个长时间的超过1分钟 major compaction 没做完啊，那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HBase 的调优。那么上节课呢，其实有一个这个遗留的点我没有讲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假设啊，这个参数啊是一个 HDFS 参数。那当然了，这个参数你现在去 HDFS 的服务下搜，在配置下面搜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是搜得到的啊。你直接把这个名字复制一下，然后再。哎呀，今天又很卡啊，在这里搜，对吧？这个参数是搜到的。那如果你某些参数，社区版能配，而且小马哥的 PPT 里也写着能配，但是你在这里搜的时候没搜到怎么办呢？你就去可以去找 HDFS site 啊，你搜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在这里面看啊，你在这里面看啊，这个就是啊，就找到这一项。HDFS service advanced configuration snippet 啊，safety value for HDFS suck 点 XML。那这个配置啊，大家注意啊，其他名字相似的还有很多啊。这种是 HDFS replication 啊，这个是什么 balance 啊，这是 data node 的，这是 fail controller 的啊。就这几个呢，都不是的啊，都不是的。只有这个 HDFS service 是 HDFS 服务层面的配置，你在这里面呢可以填上额外的。这个 HDFS site 点 XML 这个配置文件中允许的参数，比如说你点一下这个加号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有个参数叫刚才这个值啊，然后 value 你把它设为一，然后呢，你保存一下啊，保存一下这个重启一下服务就可以生效了啊。当然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在这里不需要这样改啊，因为这个参数啊，在刚才是搜得到的，你如果有一些搜不到的这个参数啊，你就可以在这边额外的来进行。加上去啊，把它填进去。那么对其他的组件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 yarn 你就搜 yarn site，那个 HBase 你就搜 HBase site 啊，可以去额外的去配它的啊，这点大家了解一下啊。那么有几个配置呢，是这个是我在 HBase 的服务端需要调优的，一个呢是 zookeeper session timeout，CDH 版本的默认是6万啊，也就是60秒，那么 Apache 版本默认呢是90秒。它呢意味着，如果一个这个 region server 宕机，因为我们知道 region server 的活性啊，这个节点的活性是注册到zookeeper 里去的啊，zookeeper 里去的。那么 hmaster 呢，就通过 region server 在 zookeeper 中注册的临时节点来监测这个 region server 还活没活着啊。那么如果你用的是这个 CDH 版本啊，那么意味着呢 hmaster。可能啊，最多需要1分钟才能监测到你这个问题啊，才会恢复啊，才会知道这个 region server 宕掉了啊。建议呢，把这个值呢改为1分钟啊，或者更短啊，或者30秒啊。但是要注意呢，这个你呀、啊，这个 JVM 的这个 region server 的 JVM 的这个垃圾回收时间啊，你。不能单次的垃圾回收时间啊，不能超过这个值啊。比如说你这个单次的垃圾回收时间。是40秒啊，那你这个 timeout 设为30秒啊，因为在这个垃圾回收时间中呢，很可能你这个进程就是不能用的啊，也不能和 zk 进行通信，所以呢，这时候啊，它就会认为你这个 region server 宕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值呢也不能配得非常小啊，你比如说配成1秒2秒，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这个 DFS data node field volume tolerated 啊，这个是 HDFS 的一个配置值啊，那么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了，这个在线上的 HDFS 上啊，通常呢不会让它一块盘故障就让 data node 故障啊，尤其是我们的 HBase 啊是这个强依赖HDFS 的啊，你如果故障了啊，那么可能呢就会导致这个比如说 HBase 的读取啊方面的有一些问题啊，那么最好呢把这个值呢设置为1到2啊，保证这个不要有过多的这个 data node 不可用。啊，接下去的值呢都是在 HBase site 啊这个配置文件里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些配置值呢，这个大家呢还是
我呢会把这个真正生产中，需要去调优的职能给大家说清楚啊，尤其是一些个别这个特别重要的职，我会讲一下啊。那么你呢，现在呢，当然说你只能去自己的虚拟集群上实验一下啊。等到你在真正生产上的你可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回过头来啊，再看一下我这些配置啊，你可能会有比较深刻的这个理解啊。Ubase Review Server Handle Account 这个呢，就是一个处理 RPC 请求的一个线程数啊，在 CDH 上呢，这个默认值是30啊。这个值设置的一个经验法则呢，就是当每一个请求的啊有效载荷接近 EMB 的时候呢，使用一个比较小的值；当有效载荷啊较小的时候呢，使用一个较大的值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你。每一个请求啊，就是说你 get 啊，或者说 put 你这个数据量啊，你看它大小。如果你这个数据量很大的，那你这个线程数呢，你就设的小一点啊。如果你单条 put 的数据比较小啊，那你反而呢可以把它设的大一点啊，可以同时并发呢去处理更多的这个请求数。一般来说呢，三十个我们认为中小规模集群上呢也够了啊，不会去调整。HP Region Server Region Split Policy，它是控制 region 的一个分裂策略的啊，也就是默认值呢是在超过就是 region 的 HY 啊，超过一定大小时来进行分裂。那么除了这种策略以外呢，还有 constant size 啊、delimited key 啊、还有 key prefix 啊等等这几种策略，还有一种呢比较关键的是 disable region split policy。这个值啊配上去以后呢，你就可以禁用这个 region 的自动分裂啊。比如说你这个集群，在所有的表啊，你在创建的时候都是人工给它设好 region 数的啊，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大胆的这个禁用啊自动分裂。但是通常情况下啊，我看管理员呢也没有说强求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的啊，所以。也很少有生产环境去把这项 disable 掉啊，设成这项啊，也比较少，非常少啊，这个不建议调整该值啊。那么我这边说了 CDH 啊，这个参数值是没有开放出来的啊，你要改呢，就要到 HBase Service 的这个 Advanced Configuration，在这个里面去人工的加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加的方法啊。HRegion Max File Size 啊。这个参数呢和我们刚才的这个参数一起使用来控制这个 region 分裂的特性啊。这个呢是指一个 HRegion 下面啊，这个总文件大小达到多少啊来进行分裂，默认值是10 GB 啊。你有非常明确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调大或调小啊。一般来说不建议调整。Region Server Region Split Limit 这个呢是指啊一个 Region Server 上啊总的这个 region 数超过该值后呢，就不再分裂啊。但是呢，这个 region split limit 它不是一个硬文献啊，是一个软文献。那么 CDH 值呢，默认是一个非常大的值，你可以认为是无限。Apache 版本呢，默认是1000啊。这个我们建议呢，对于繁忙的集群，一般来说呢，首先你要对每张表啊，来尽量的来预见好所有的这个 region 啊，使它不要过于频繁的分裂。另外呢，这个 CDH 的这个默认值啊，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限的值，这个值呢太大了啊，我们呢最好把它调成1000啊，调成1000，使得呢你单个 region server 啊管理的 region 数不会非常多啊，因为当 region 数非常多的时候，一个呢就是消耗 region server 的内存比较厉害啊，其次呢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啊这个 split 啊 compaction 时候出现长时间的停顿。啊，甚至呢，这个 queue size 不够用啊，这种情况都会有可能出现的。这个 HRegion major compaction 这个值呢，是一个两次 major compaction 之间的时间间隔，默认是7天啊，默认是7天。一般呢，像我们公司呢是调整成1天啊，调整成1天。啊，如果设置为零呢，就表示禁用 major compaction 啊。我们知道有些公司啊，它是会把这个 major compaction 禁用掉。以提高这个 HBase 服务的这个可用性啊，提高可用性。那么 major compaction 呢，通常来说啊，当你这个 region 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会造成
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不可用。但是如果不做 major compression，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这些删除掉啊或者过期的数据啊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清理啊，所以说呢，这个库的这个容量就会快速膨胀啊。现实生活中啊，确实呢是也有一些公司禁用。然后呢，在比如说业务的低峰期啊，来手动的做这个 major compression 啊，也是有的啊，就取决于你这个具体的需要。HVS region major compression JIT 啊，这个值不太重要，是一个抖动值啊，就是指不要让所有的region 啊都在同一时刻开始这个major compression 啊，略微的错开一些啊，错开一些。H-stop compression max 是指一次这个 minor compression 过程中最多可以合并的 stop file 的数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inor compression 它的作用呢，就是把多个比较小的这个 stop file 啊合并成一个略微大一些的这个 stop file 啊，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值呢，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一次minor compression 它的这个所用的耗时的这个长度。默认值呢是十，也就是说最多是十个文件合一个啊，通常也不建议调整。那 HBase compression threshold 这个是 HStop 的 stop file 的数量大于等于 compression threshold，也就是大于等于这个参数值的话呢，则可能会进行 compact 啊，也不是一定会进行 compact。HBase 呢会有一个机制啊，去检测当前我这个条件下啊适不适合进行 compact。如果他认为合适，他才会开始做。这个条件呢，只是中间的一个条件的因子而已啊。默认值是三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 stop file 的数量是三个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要开始做 minor compact 啊。这个值呢，这个一般来说，太小啊，可以调整为六啊，甚至更大一些都是可以的。HBase blocking stop files 这个参数呢，是指如果 HStop 的 stop file 文件数大于该值，会阻塞整个 memstore 的写入操作，直到 compaction 完成啊，除非你这个阻塞的时间超过了一个配置的时间啊，才会把阻塞解掉。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memstore 这个刷写进 HDFS 的时候啊，会阻塞整个 memstore 的写入啊，会阻塞写入的啊。那么默认值呢是十啊，通常来说啊，这个。这个值呢是稍小一点啊，可以调大到，比如说到三十啊，甚至有的公司调到100的啊，也见过，我也见过啊。调大的好处呢是避免大量写入操作发生时呢，这个 memstore 这个来不及 flush。那么来不及 flush 呢，这个 memstore 啊，这个 memstore 就会被阻塞住啊，就会被 block，我们说被 block 住，block 住以后呢，你这个啊就。读和写啊，都有一短暂的时间啊，就不能进行了啊，所以这个值一般来说我们会调的大一些啊。HBase H region memstore block multiplier 啊，这个值呢这个默认是二，是memstore 的内存大小如果超过这个值的两倍啊，如果你调成三啊，那么就是超过三倍，那么就会阻塞 memstore 的写操作啊，直到降到该值以下。为了避免发生这个 memstore 的这个 block 的这个情况呢，最好调整，比如说调到四，但是呢也不要调得非常大啊，否则呢会导致整个 region server 的这个内存溢出啊，或者说呢 region server 的内存占用比较高啊，可能会影响这个 region server 整个的这个读写的性能的啊，所以这个值呢推荐啊大家啊设置四啊，生产管理上。那么还有一些客户端配置啊，客户端配置呢，一般来说这个重要性就低一点啊，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啊。这个呢，所谓客户端，就是说你去一个节点啊，连到 HBase 进行读写操作时候的那个啊，它对这个 HBase 本身的这个服务的可用性来说呢，影响不大啊，只对你这个客户端能不能读取到数据啊，这个错误重试啊等等啊，对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影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RPC timeout 啊，就是你这个各种，因为我们知道连 HBase 集群的各种操作都是通过 RPC 请求来进行的，它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访问超时时间啊，默认是六十秒啊，建议呢调小啊，比如说调到十秒。第二个是一个客户端的重试次数啊，比如说你这个某一次这个 put 操作这个失败了啊，失败了，那么这个值呢就是规定了你可以最大重试多少次啊，就自动的帮你重试多少次。默认值呢是三十五啊，而且这个三十五这个值呢，小马哥一直觉得奇怪啊，怎么会设这么一个默认值的啊？
不上不下的这个啊，通常来说啊，没有必要重试这么多次啊，可以设置为三啊，一般来说就够用了。HBase Client Pause 是指客户端的暂停时，也就是在两次重试之间，你这个客户端这个睡眠多少时间啊？这个一般来说默认值是100啊，这个也不太需要改。Operation timeout 是 HBase 客户端发起一次数据操作，直到得到响应的总的超时时间。像这个数据类操作呢，就和timeout 操作有一些区别。数据类操作呢，是指像 get 啊、append 就是你可以认为写数据啊，increment 是这个对单个数据来进行递增啊，以及 delete put 啊就是写数据等等。啊，需要注意呢，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 RPC timeout 啊，这个是它 RPC 操作的时间。Operation time out 呢是一次操作的超时时间。那么在一次操作里面，像一次 get 或者一次 put 操作里面呢，可能会包含着这个多个 RPC 请求啊，多个 RPC 请求。默认是120秒啊，建议调小一点啊，调成30秒啊。这两个值 HBase Reading Server Lease Period 和 Scanner Timeout Period 啊，这两个参数值其实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所以我把它们用一个斜杠分隔都写在这里。它呢是控制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Operation Timeout 操作是所有的这个数据操作啊，这个数据操作里面我们看到 Get、Append、Increase delete put 啊，唯独没有这个 scan 操作，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批量查询操作啊，是不受这个参数控制的。那么这个参数值或者说这两个起同样目的的参数值呢，就是用来控制 scan 的操作啊，因为我们知道 scan 它是一个批量扫描数据的这么一个行为啊，这种行为呢反而超时的可能性更加大啊，因为你如果这个扫描的范围设得非常大。那有可能呢，你这个结果集啊，需要很久的处理啊，才能够拿到结果集返回给你，对吧？啊，那么这个值呢，默认是60秒啊，一般也不建议调整啊。如果你这个确信啊，你的 scan 操作是要扫描这么多数据，而且呢，这个你认为60秒以上的这个超时是可以接受没有问题的啊，那你可以把这个值去调大。Client Write Buffer 啊，这个值呢是这个写缓存大小啊，可以调到4兆或8兆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最后呢，有一部分这个 HBase JVM 调优啊，首先 HMaster 呢，这个我们说了，它对 JVM 对内存的要求是不高的啊，主要调用我就是调优 Region Server 啊，生产环境呢一般来说至少要给 Region Server 分8G 以上的内存啊，当然也你可以逐步的，比如说从4G。开始逐步的增大啊，一旦你通过监控发现不够用了，你再去啊，通过每次乘二乘二的方式啊，逐步的来增加。那么刚才我说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垃圾回收的这个配置啊，JVM 的这个配置，那么就提供在这里了啊。这个呢是一个使用 GEGC 的一个配置啊，配置项非常多啊，我就写在这里，大家呢可以照着用啊，当然了，这里面有些东西啊，你实际上用的时候还需要改一改的啊，比如说这些，比如说垃圾回收的啊，这个 JVM 的这个错误的日志文件打的路径啊，等等啊，以及像 JMX 写的端口号啊，如果这个端口号和你的有什么冲突啊，你也需要去改一下。其他的呢，基本上都可以用啊，还有这边的这个一些堆内存大小啊，你自己去看一下啊，有需要调整的话呢，你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呢。这些操作呢，这些参数都配上去呢，相对来说啊，就非常完善了啊，就非常完整了。那么还有一些 HBase 的其他的优化啊，这些优化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和开发的同学呢也有一些关系啊，并不完全是这个集群管理员的事情啊。但是作为集群管理员呢，你也需要知道，首先第一条是我们提过的，就是列族名、列名以及 row key 的名字。因为这个呢，都是每一条数据都会把这个存一遍，所以说呢，你要尽可能的取得短一些啊。我下面呢就截了一张图啊，可能这个图比较小一些，大家可以把这个 PPT 放大以后看一些。就这下面呢是这个HBase 里我 scan 出来的数据，scan 出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 row 是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 row key 的这个值啊，所以 row key 值大家看到这里。其实已经比较长了，然后呢，这个 column f 冒号前面呢就是 column family 值，后面呢就是 column 的值，也就是列名啊。大家看到这所有的东西在每一行数据中都会重复的来存一遍，
啊，所以呢，你如果这个 column family 的名字取得很长的话呢，你在每一条数据中都会重复一下这个东西的名字，而且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取得越短越好。像 column family，我们通常一般就用 F 啊，或者用C 啊等等啊。那么列的名字呢，你也不要取得非常长啊，基本上人能看懂啊，不重名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呢是这个 reading server 啊，reading 数不要超过1000啊，是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有一个门限值啊，可以把 reading 数限在1000以下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建表的时候，如果你这个 HBase 啊，我们知道 HBase 呢有一个数据它是有一个版本的特性啊，有一个多版本的特性的。你如果需要用多版本啊，那当然你可以继续用。如果啊，我看到这个生产上基本上90%以上的需求是不需要多版本的，也就是说，一个 key 对应的一个 value 值啊，我只需要最新的那个 value 值就可以了啊，其他的 value 值我是不需要的。那么你在建表的时候呢，就手动的把这个 version 一啊，把这个参数给它加上，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啊对数据只存一个版本啊，只存一个版本。那么还有一就是合理的预估数据量啊，来进行预分裂啊，预分裂。一个预分裂的方式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个预分裂都是通过 row key 的这个前缀来进行预分裂的。那么我们之前又说过呢，row key 它其实是按照字符的顺序来进行排序的。比如说像小马哥刚才这个例子，row key 呢都是以这个数字来组成的啊，都是以数字组成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分裂的方式就是预 split 的方式呢，就可以一零开头啊，这时候呢就会以10到20之前的一段啊作为第一个 region 啊，所以说呢第一个 region 的值其实就是10000000很多个零到一啊99999啊这些 row key 的值都会放在第一个 region 里，那第二个 region 呢是从20开头，所以是20000啊一直到29999会放到第二个 region 里。啊，这样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把，其实第一个应该是从啊，第一个应该是从前面的，就是开始的某一个开始字符，一直到10000啊，这一部分是放在第一个 region 啊，这里是第二个 region，所以这一个表达式呢是预分裂成10个 region 啊的这么一个表达式啊。那么对于 scan get 啊这样的操作啊，会指定列明的这种场景啊，可以考虑开启 row call 啊，就是行列的这个布隆过滤器。那所布隆过滤器呢，我要给大家解释呢，这个可能在这边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啊。你可以认为是用来加速过滤数据的这么一种数据结构啊。那么你如果开启这个 row call 格式的布隆过滤器呢？啊，对于你这个操作，大多数时候会指定列明的这种场景，会有一定的性能提升。啊，你如果是不指定列明，是这个直接通过 key 去 scan 所有的数据的话，那开这个布隆过滤器就没有用啊，因为默认的布隆过滤器呢是 row 级别的布隆过滤器啊，你要开 row call 级别的布隆过滤器啊，就在建表的时候写一个这样的参数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对表的你怎么用啊？以及它数据量的评估，还是我们要事先做掉的一个事情啊。卡夫卡呢，我们先把卡夫卡的监控讲一下啊，先开个头，然后我们再休息啊，因为今天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啊，怕讲不完啊。那卡夫卡服务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监控的图表是 offline partition across，所谓 offline partition 就是指卡夫卡的离线的分区。所谓离线分区呢，就是说这个分区，因为某种原因啊，它没有办法来对客户端来提供读写操作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 offline 状态啊。这个也有可能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你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这个partition 啊，一般来说每个 partition 我们会给它设2到3个副本，那它也就会分别的这个位于2到3个不同的 broker 上。那么，如果你这2到3个 broker 正好全部离线了，那么你这个 partition 就不可用了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在某些场景下啊，这个场景呢也有可能是你的配置导致的啊。当某些场景你没有办法选出这个 partition 的 leader 的时候啊，那你即使3个副本都在啊，没有一个副本能
成为真正的 leader，这时候呢，他也不能提供读写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卡夫卡所有客户端的读写都是从 leader 的那一个节点走的啊，剩下的几个副本都只是同步 leader 的数据而已啊。那么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造成这个 offline partitioning 这个值不为零啊。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不为零的值出现，而且呢有可能比较长的时间啊处于这个不为零的情况，你就要尽快去排查啊。一般来说，这个东西在日志里面啊也会不停的打 warning 来提醒你啊，这个集群层面也会有告警出来的。第二个呢是集群层面总的 leader 数，总的 leader 数这个正常情况下啊应该等于总的 partition 数，也就是每个 partition 都有一个 leader，都正好有一个 leader，除非发生这个 topic 的创建或销毁的啊这种情况。即使这样呢，这个即使有创建和销毁的，这个值也不应该剧烈波动啊。一般来说都是啊没有创建销毁的时候，这个值都是比较平稳啊，比较平稳。byte fetch 这个呢就是一个流量值啊，流量值。这个流量值呢，你可以来比如说。一般来说啊，这种生产集群的卡夫卡呢，都会有随着这个时间啊，或者随着季节啊，就以及什么工作日啊、周末啊等等啊这些因素呢，会有一些正常的波动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你呢如果观察到每天的这个波动的趋势差不多，其实就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你这个只能保持巡检就可以了啊。一般像这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低峰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样的值。像这种呢，可能是这个每天晚上呀，业务高峰期啊，它就会有一个尖刺啊。这种呢，一般来说都是正常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啊，这个是这个前面 fetch 啊是消费的啊，这个 receive 呢是这个接收到的啊，也就是这个客户端写进来的啊，写进来的。啊，这个呢是啊，前面呢这个呢是以 MB 啊，就是以这个字节为单位统计的，这个呢是以消息条数统计的啊。一般来说，这个以字节统计的这个波动的情况和以消息条数统计的这个波动规律呢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如果你发现有这个非常大的不一致，你就可以去排查一下啊，是否有个别 topic 的这个消息长度啊，这个差异非常大啊。比如说有的一条消息就几个字节啊，有时候呢会有几兆啊这种情况，当然这也不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但是呢可以辅助你来排查一下是不是你这个 topic 下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脏数据啊等等啊，你可以关注一下。active controller 啊，这个值呢在整个卡夫卡集群层面，在你集群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永远恒定为一啊，永远恒定为一，因为在卡夫卡的集群中啊，只会有一个 broker 被选举成为啊，这整个集群的 controller，这个 controller 在卡夫卡中作用的是呢，负责管理集群中所有的分区和副本的这个状态啊，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元数据的管理啊，都是由 controller 这个节点来管理的。那么比如说，当然 broker 我们也知道啊，它会啊一是很有可能会死掉，对吧？那死掉以后呢，短暂的成为零啊，然后又变成一，这是可接受的啊，可接受的。如果超过1分钟以上，这个值啊，你看到都是零，那么是需要立即去干预的啊，有可能你这个集群就遇到问题啊，controller 选取不出来啊等等。当然了，这个 controller 选取不出来，这个是比较罕，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操作啊，非常罕见。这个 partition 的 leader 选举不出来呢，倒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还是日常运维工作中呢，还是更关注这个 partition leader 选举不出来的这种啊情况。那 broker 的角色呢，这个像这个它 broker 所在节点的这个 host 啊 network 这种呢，要重点关注。这种呢，我们在主机层面的这个图上呢，已经给大家列过了啊，我们就不放了啊，不放了。那么还有这个单个 broker 上的这个离线分区数，这个你也可以结合这个集群层面总的离线分区数来排查啊。这个也是单个 broker 上的这个 leader 数啊，你也可以依次来排查啊。还有单个 broker 的读写流量啊、读写消息条数等等啊。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这个 topic 层面的统计图表啊。所谓 topic 呢，就是指一个卡夫卡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卡夫卡的消息的主题啊，或者说一类这个卡夫卡的消息数据啊，
那这些的统计图表的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和服务层面的统计口径是完全一致的啊，完全一致的。其实呢，它这个统计的值呢，也是来自于卡夫卡的这个它通过 Java 进程的这个 JMX 的一个地址啊，暴露出来的一些监控指标值啊。如果你有一些这个 topic 需要重点关注呢，你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在这个卡夫卡的这个 charts 啊，我们看一下 charts 的这个 charts library 里面啊，今天这个阿里云又有点慢啊，那 charts library。它这个里面有三项啊，第一项 status page 啊，这个呢就是在卡夫卡这个服务的页面可以展现的这些指标啊，基本上呢这些应该都是那个页面上有的了啊，已经有的了。那 topics 下面呢就是啊不同的 topic 啊，它的每一个 topic 它的指标啊都会在这边有啊。那我们这边呢，因为这个还没有创建 topic 啊，所以你这个目前呢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可以后面呢自己的创建一些 topic 去试一下啊。那 events 呢，这下面就不太需要关心了啊。你创建完 topic，如果这个 topic 啊即使没有流量啊，它也会在这边有这个图表给你展现出来的。那对重点 topic 呢，你就可以拖出去啊，放到比如说到这个服务的首页啊来进行关注啊。那比如说这边呢，就是我截出来的，某几个这个 topic 的这个统计指标值啊，统计指标值。那么还有呢，就我这边提一嘴啊，后面就是讲卡夫卡调去了。那这边提一嘴呢，其实就是卡夫卡呢这个CM 提供的这个监控啊，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比较基础了。那么卡夫卡呢，有另外一个这个开源的卡夫卡的管理工具呢，叫做卡夫卡 Manage 啊，我给大家写一下，Kafka Manage 啊，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啊。那这个开源工具呢，它既可以适配这个 Apache 社区版本的卡夫卡啊，也能适配 CDH 版本的卡夫卡啊，它的适配通用性呢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正在生产环境上用的时候呢，用 CM 这个东西来监控卡夫卡的指标呢，还是欠缺了一些啊。推荐大家都放一个这个卡夫卡 Manage 啊，部署一个卡夫卡 Manage。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需要这个人工单独的去部署啊，当然部署一个节点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这个工具呢，我们这个课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会给大家这个。介绍这个工具啊，如果大家对这块有兴趣呢，我后面单独开一节这个直播课啊，或者什么课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啊。那这个工具呢，它所指标方面啊，就比这个 CM 要多得多了啊，多多了。包括呢，它还可以来对这个 topic 啊来进行一些操作啊，比如说这个 topic 的这个分区的重分布啊，topic 的这个属性的修改啊等等，都可以通过 Kafka Manager 工具来进行啊。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哈。那我们休息5分钟，到这个9:08啊，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卡夫卡的调优啊。那么后面还有 ZK 啊，还有这个 Hive 的 Job 的调优啊，我们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就可以趁课间的时间啊，发在这个聊天区里啊，我会给大家来解答。
好，那我们就继续啊。我们早一点开始，因为今天内容确实非常多。那么我后面我们就讲卡夫卡调优呢，还是集中于这个配置项啊。那么我们的配置项呢，其实分为 broker 啊，也就是卡夫卡工作节点配置项；producer，也就是生产者的配置项和 consumer 消费者的配置项三类来进行介绍啊。像这些配置项呢，对于开发和运维的同学呢，其实都需要知道啊，开发同学呢，这个相对来说 producer 和 consumer 的重要一些。那运维的同学呢 broker 的重要一些。另外两类呢，你也要知道一下啊。那么最重要的呢，是我们是在后面啊表格中会标红的。当然了，这个表格中啊没有列举卡夫卡所有的配置项，我只是把这个官方文档中处于这个高和中的这个配置项呢，摘出来啊，比较重要的摘出来啊，来标红。所以呢，我们讲的呢也只讲标红的这些啊，因为太多了啊，其他这些呢，这个你去这个理这个自己课后再看一下啊，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那第一个是 ZK 的配置串啊，这个呢是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是必填的啊。当然了，这个你如果 ZK 有多个节点，中间是可以用逗号分隔的啊。另外在最后呢，要把卡夫卡的这个 chroot 的这一项要填上去啊，比如说这边我们 chroot 啊，这个配置值的是配的是杠卡夫卡啊，那么你这边的这个连接串呢就要写，比如说 hadoop 01冒号2181逗号 hadoop 02冒号2181 hadoop 03冒号2181，然后斜杠卡夫卡啊，要这样来写。那这个 auto create topic unable 这个是允不允许自动创建 topic？一般在生产上呢，这个参数啊，建议把它关闭掉。为什么呢？一旦你这个开着的话呢，就会如果生产者啊，他要求来向一个 topic 来发送数据，你的这个服务啊，broker 服务发现这个 topic 不存在的话，就自动会把这个 topic 建出来啊。这样呢，就很容易就是说，人家的这个误建 topic 啊，或者说往你这个机群来发送一些垃圾数据等等。为了这个便于管理呢，都会关掉啊。broker 点 ID 呢，这个是在我们 broker 启动的时候要配的一个 ID 值。我们这个 CM 装的时候呢，它这个值已经替你分配好了啊，你就不用管。listener 呢是这个用于这个监听这个其他 broker 服务的这么一个端口号啊，这个呢也是 CM 替我们自动配好了。一般来说，社区版你要管一下啊，这个 CDH 版呢你也不用调。logdir 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关键啊，像这个这里有两个参数值，其实 log 点 dir 和 log dirs 都可以配。一般呢我们是配 dirs 这个，这里面呢可以放置多个目录啊，这些目录呢都是用来存放卡夫卡的这个 topic 的 partition 的数据的啊。在这边逗号分隔设多个，你如果是比如说是非常繁忙的集群，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块盘的挂载点。设一个这样的目录啊，这样的话把这个目录给它打散到不同的栏上去。下面这个 log retention hours，其实 log retention 的也有很多值啊，一般呢我们就配 hour 这个，是在 log 在删除前保留时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卡夫卡呢，它会把数据啊在磁盘上写一份啊，它都是写到磁盘上的，那这个磁盘上呢不可能无限制的保留下去，对吧？那么什么时候去删除这个？历史的数据呢，就用这个值来控制啊。默认值呢是168，也就是7天啊。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它。log segment bytes 这是单个 log 文件的最大大小啊。默认的这个应该是一个 1GB 啊这么一个值。那你可以去调整。一般呢，在生产上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调。min in-sync replicas 啊，这个参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呢是指卡夫卡的 ISR 的最小副本数啊，最小副本数。那什么是 ISR 呢？这个我在前面的讲卡夫卡原理的时候呢，应该是有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眼。所有 ISR 就是指 in-sync replicas 啊，就是这个东西的缩写。那么只有在 ISR 中的这个 broker 啊，才能被选举为 leader 啊，才能被选举为 leader。另外呢，ISR 呢表示当这个 producer 的arg 设置为 all 的时候啊，arg 设置为 all 的时候呢，需要有这么比如说你配置成一个，那至少有一个。
节点啊写成功，才认为这条数据生产的时候是写成功的啊。所以这个 ISR 呢，也控制着你这个整个卡夫卡集群的这个一致性的啊这个程度啊一致性的程度。那么 IO Thread 这个呢是卡夫卡服务器用来处理网络。这个 I/O 的这个线程数啊，通常来说八这个值是比较小啊，八这个值太小了。对于这个比较繁忙的集群呢，可以配置为 CPU 的线程数乘以二。比如说你的 CPU 是一个64线程的 CPU，而且呢，比如说你这个 CPU 这台节点啊，只是用于做卡夫卡目的的啊，那你就可以配128啊。那你如果是和其他服务合设的啊，相对来说这个值呢就要设的稍微小一些。Num network threads，这是服务器处理网络请求的线程数啊，一般这个值呢配置为 CPU 线程数加一啊加一，啊这些呢我都不讲了啊，这些我都不讲，稍微次要一些大家自己看一下啊，自己看一下。Unclean lead election unable 啊，这个参数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刚才我提过了，就是卡夫卡什么时候这个partition 会 offline 啊，一种情况呢是所有节点啊，就这个 partition 所在的所有节点都 down 掉了，对吧？这是会 offline。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选不出主的时候会 offline。那什么时候选不出主呢？啊，选不出主呢？我刚才又说了啊，只有在 ISR 中的节点可以被选为主啊，这个是在默认配置下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参数值呢，就决定了是不是允许非不在 ISR 的这里面的 follower 来选举为 leader 啊，这种选举我们就叫 unclean election，就是不干净的选举啊。说白了呢，就是说有一些 follower 啊，他其实没有跟上你以前的 leader，那么在你以前的 leader 死掉的时候，这些 follower 能不能成为新的主呢？如果你让他成为新的主，这就意味着呢，有一部分数据丢掉了啊，有一部分数据丢掉了，因为其实你在写的时候啊，客户端已经写成功了啊，你已经给他返回成功了，但这时候呢，你刚才的 leader 死掉了，你让一个没有跟上 leader 的 follower 去选举成为新的主，那你选上去以后，你那些这个没有跟上 leader 的这部分数据就不可用了啊，就丢失掉了，所以这个值啊，默认是 true。如果你采用默认值，你就要知道你这个卡夫卡集群呢是有可能会丢数据的啊，有可能会丢数据。你如果把它设为 false，一般来说生产上对数据有比较高的这个不丢的这个要求的时候，都会设成 false 啊。你就要知道呢，这个它就不允许啊不在 ISR 中的 follower 来选举成为 leader 了啊。但这时候呢，又会牺牲你这个集群的一部分可用性啊，可用性。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啊，接下去呢是有一些这个topic 层面的配置，也就是这些值呢，基本上啊，在你 topic 这个创建的时候啊，你是可以去这个修改它啊，修改它的，包括呢，在这个杠杠 config 参数中，你可以去设置它啊，设置完了你也可以修改啊。那这些呢，我都不讲啊，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些呢，这个你如果用了 Kafka Manager 啊，直接在界面上就可以配了啊，不需要你去记这些参数的名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Producer 也就是生产者啊，有一些配置啊，大家看一下啊。Bootstrap Service 呢，就是说你连接啊，你这边呢可以设几个 Kafka 集群的节点啊，这些节点呢，你不需要把整个 Kafka 集群所有的节点都列上去，它呢是用于服务发现的，你一般呢列个三五个节点就可以了。接下去 key 点 serializer 和 value 点 serializer，这是控制卡夫卡里面存储的数据的键值对的类型啊。默认值呢都是 string 类型啊，都是 string 类型的，也就是说呢，99%啊，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卡夫卡中存储的数据呢，键值的类型呢都是字符串类型啊，有少量时候你如果要存储不一样的数据类型，你可以去替换这两个配置值啊。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会改啊，不会改。X 啊，这个呢也很重要，这个呢也是控，这个值呢也用来控制这个卡夫卡的这个一致性。这是指 X 这个值呢是指需要
Leader 收到多少个 egg，producer 才认为写入请求成功啊？它是控制了这个一致性或者说持久性。零呢是不需要等待 egg，也就是说你一个生产者啊，往这个 broker 来发送数据，只要发送到这个 broker 的缓冲区，就认为发送成功啊，你就得到一个这个应答，你就认为发送成功了。这样呢是没有持久性保证的，因为你不知道啊，这个 broker 到底有没有写成功？你在 socket 缓冲区的时候，如果 broker 挂掉了，那你这条消息呢就丢掉了。一呢是这个啊，有一个节点必须写成功啊，那写成功的这个节点呢，一定是 leader 节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卡夫卡的写啊，都是直接和 leader 进行通信的，leader 写成功了以后呢，才会同步给其他的 follower，对吧？所以一呢就意味着只有 leader 写成功就可以返回啊，就可以 egg 了。这个呢是比较低的一个这个一致性或者持久性的保证啊，不需要所有的 follower 都同步成功。如果是 all 或者负一，是指 leader 呢需要等待 ISR 中的所有成员来确认记录啊，这种情况呢是提供了这个最强的这个持久性的保证啊，持久性保证。那接下去这些呢都比较次要啊。大家这个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包括这种 batch size 呢，其实一般来说你这个建客户端的时候也会指定这样的参数啊，但是你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不是特别重要啊。consumer 啊，第一个也是 bootstrap，然后呢 key value 这个我们都讲过不讲啊。group 点 id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消费者呢，我们当时在讲卡夫卡原理的时候呢，讲过一个消费者组的概念啊，那每一个消费者呢都必须属于一个消费者组啊，所以呢，推荐你在消费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消费者组这个带上啊，都要带上。那么你如果不设置这个 group ID 呢，也能消费，但这样的消费者呢，称之为独立消费者啊，就不会和其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同一个消费者组下的消费者会共同的来消费一个 topic 的数据，他们之间呢不会重复。那你如果不设置这个值呢，就意味着你只有一个消费者啊，能够你比如说以测试目的啊，临时的来测一下消费不消费成功。一般来说消费的时候啊，你都要把这个东西填上。哎呀，填上。啊，下面的我也都不讲啊，就最后一个讲一下 unable auto commit。这个是指 consumer 消费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 consumer 它消费到哪个点位，或者说当前的这个 log 的哪个位置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啊？我们在这个基础课程中也给大家讲过，记录的方式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老的记录的方式呢是写到 zk 里面去啊，把这个点位写到 zk 里去。但是呢，写到 zk 里面去呢，由于我们知道 zk 这个东西啊，它吞吐量呢是不高的啊，它也不适合用来存储大量的数据。所以说呢，你如果有很多消费者都往 zk 里面写，这时候性能呢就比较堪忧啊。所以在比较新啊0.10以后的这个卡夫卡版本中呢，都默认的写入了一个卡夫卡自己的 offset 中，称之为 consumer offset 的这么一个topic 中啊，写到了这个 topic 里面去。也就是说，由卡夫卡自己来管理消费者当前消费到的点位啊。那么这个消费的点位是不是在后台能够自动的提交？这个值呢就由这个参数值来配置。你如果这个设置了这个参数值为 true，那么在你的消费者的代码里面呢就不需要消费完以后来自己的来 commit 调用一下 commit 方法啊来提交这个 offset。否则的话，你如果设置为 false 的话，啊，代表着你自己来管理这个 offset 的提交啊，那么你每消费一段啊一段数据以后，你都得记着来 commit 一下。你没有 commit 这个东西呢，就会啊被重复的，就你下一次消费者如果再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被消费一遍啊，因为它是从最后你记录的这个 offset 值开始往后消费啊，是这样的。啊，其他的参数呢，这个啊。其实这个 offset reset 啊也比较重要啊，就是说一般客户端呢都会设啊，这个值你如果设成 earliest 呢，是指你这个消费者啊从当前 log 最早的地方来开始消费，就是说我现在磁盘上数据还有多少啊，就从这个头来开始消费。latest 呢就是说我这个消费者起来以后
才写进去的数据才消费啊。那么 none 呢是啊，如果找不到 offset 啊，就抛出异常。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用 latest 啊，也默认值也是 latest。一般呢，我们都会用 latest。一般你比如说测试的时候要从这个最早来开始消费啊，那你可以用这个 earliest 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些调优呢，不是参数层面的调优啊，是在卡夫卡的这个服务部署的时候有一些调优啊。那这些东西呢，也非常重要啊，也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些部署方面的东西，你如果弄错了以后啊，是后期啊非常难改啊，非常不好改啊。所以说呢，你这些事情呢是在其实在你规划的时候啊就要确定下来啊，就要确定下来。第一个事情呢是关于卡夫卡磁盘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卡夫卡对磁盘的要求是很高的，它是一个高吞吐量的一个组件啊，高 I/O 的组件啊。那么真正的生产集群上啊，单个卡夫卡 broker 通常来说都会挂多块盘。那么这多块盘是裸挂啊，也就是说一块盘挂成一个挂载点，我们称之为 JBOD 这种挂载方式呢，还是做成 read 挂呢？比如说你啊。有这个四块盘，你四块盘是用来做一个 read 五呢，还是说四块盘单独的挂呢？啊，那么卡夫卡的官方文档啊，对此呢就里面有一些讨论啊，你可以去看官方文档，当然是英文的，它比较委婉的说了一下这个 read 的坏处。但是呢，小朗哥在这里直白的告诉大家啊，一定不要使用 read，绝对不要使用 read 啊，绝对不要使用。那么无论是 read 零、read 一还是 read 五啊，你任何的想法呢都不要有。卡夫卡的数据盘啊，就直接用裸挂就可以了啊，包就和我们的其实 HDFS 一样啊，直接裸挂就可以了。read 呢有几个坏处啊，当然比较小的坏处呢是它可能会浪费一部分的空间或者 I/O。那更大的问题呢是你一旦在卡夫卡的这个数据盘上用了 read，可能会触发一些 bug。啊，小马哥就在某一家公司的这个卡夫卡集群上啊，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非常棘手的 bug 啊，就是由于使用了 read，他们是做了 read 五啊，做了 read 五导致的。那么正确的用法呢，就是单挂啊，就是单挂。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在 log DIRs 中可以配置多个目录的，那么每一个目录呢，你针对一个挂载点来挂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把 topic 的 replication factor，也就是副本因子设得高一些，这样你的数据呢就会打散到啊不同的这个 broker 上面去啊，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这个数据不丢，而不要用 read 的方式啊去，你想让它这个多一份备份啊，有一些记录校验啊，来数据不丢啊，这是不好的。那对于文件系统呢，Kafka 一般用 EXT4 或者 XFS 啊，可以很好工作。然后呢，像 NoAtime 啊，像这个参数呢，其实我们在讲 HDFS 的时候也说啊，最好加上去。那么还有 data 等于 write back 啊，这个参数呢也可以加啊，但是只有 NoAtime 呢是强烈建议的啊，强烈建议的，它呢是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性能提升，可能1%左右的性能提升。那么其他的参数呢，性能提升都比较有限啊，你写不写呢？就是都可以啊，都可以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不要调整文件的这个刷写行为啊？刷写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卡夫卡是我们说它是直接写磁盘，但是所谓的写磁盘也不意味着直接写到物理的磁盘上，因为我们知道啊，磁盘写操作都是先写进操作系统层面的这个 buffer 的，对吧？先写进 buffer 里面，然后呢，这个 buffer 堆一段时间，在真正的 fsync，我们称之为刷写到磁盘上去。这个目的呢，是在操作系统层面上啊，能够一定程度的来提高这个 I/O，或者说这个连续读写的这个吞吐率，对吧？那么有一些选项呢，可以控制这种行为啊。卡夫卡的默认行为是在卡夫卡的应用内啊，不人工的去调用 fsync 这个聚并啊这个操作，而是由 OS 的这个后台线程来负责数据的刷写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你在这个客户端中啊周期性的调用 fsync 啊，确保数据已刷写啊。那么良好的实践呢，就是不要改变默认刷写行为啊，在
文件系统和客户端层面啊，都让这个操作系统自己负责 Async 啊就可以了。关于 JVM 呢，这个卡夫卡呢也推荐大家用GEGC 啊。当然了，这个卡夫卡的 broker 啊，其实这个吃内存呢，并不是吃的非常的厉害啊，没有这个 Redis Server 啊吃的厉害啊。所以呢，大家一般来说 GEGC 你给它分配这个足够的这个堆内存的量啊，一般就可以了啊。其他参数呢，你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些调整啊。这边是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使用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你如果想把日志打出来呢，也可以把刚才那些这个 reading server 里啊，后面有一些打日志的这个参数，你也可以都加进去啊。最后一个组件呢，我们来讲一下 zk 啊。zk 相对来说，其实呢也挺复杂的啊。但是我们一般对 zk 呢这个原理呢不会过于的深究啊，用的不是特别深啊，所以呢相对来说我就简单化一点啊，不去抠的非常细。zk 服务层面的图表呢很少啊，只有这个健康状态、告引数等等啊。然后呢，还有一个 CPU 核使用率，这个图表呢也你也不需要看啊，因为 zk 不太吃 CPU。这个 Open Connections 倒是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但是这个呢还是要在 zk 的这个 chars library 里面啊，你搜一下把它这个拖出来啊，拖出来这个默认是没有的。这个是反映了单个这个 zk server 打开的连接数。那么单个 server 可承受的最大客户端连接数呢，可以通过这个对配置文件来指定的啊，通过这个图表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连接数有没有达到上限啊，这个配置值应该配多大呢？我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啊。那么Zookeeper 这个 server 的这个角色的图表呢，也有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都非常简单啊。这个是指这个 package transmitted 就是收发的这个包数啊。这个你也不用管啊。其实这个通常来说啊，zk 我们不会去，非常高并发的去读写它啊。尤其是像这种卡夫卡高并发，这个 consume 高并发读写它，我们其实现在都优化掉了啊，都优化掉了，不会这样去用了。啊，package received 就是收到的包数啊，你也可以去作为巡检的指标进行观察。Maximum request latency 啊，这个倒是比较重要，这个是反映这个 zk server 的最大的请求延迟。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是像 GC 啊中间的 stop word 这个停顿时间，还有像网络慢的原因呢，这个会有一定的延迟。一般来说呢，单次几百毫秒是正常的啊，如果特别高的话，你就要去关注一下。Open connection 是这个单个 server 的打开连接数，刚才我们看的是集群层面的打开连接数啊，这个也会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怎么设啊。那么 zk 的调优呢，这边有一些配置参数。那么最低消费呢是这三个参数啊，分别是端口号默认是2181啊，data dir 是 zk 的存储路径，以及 ticket time。ticket time 呢是 zk 的啊时间单位的基准值啊，你可以这样理解。那这三个参数呢是在 zk 就 zoo 点 cfg 这个配置文件中是一定要配的啊。那么这也很好理解啊，这三个参数。那么还有一些高级配置相对来说呢会影响一些 zk 的性能啊。第一个是这个 data log dir，在生产环境呢是这个必须要设的啊，而且最好呢是给 zk 啊单独的划数据盘，global outstanding limit 啊这个参数，因为 zk 服务器啊对请求啊读写请求呢都是要入队，然后从队列中来处理这个请求的，所以当客户端很多然后操作很频繁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队列也会挂掉啊，因为它也是一个。我没记错的话，也是一个无界的这个阻塞队列啊，所以说也有可能是 OOM 的，啊，这个值呢就是它去做了一个限制啊，虽然它的队列是无界的，但是呢它去限制了一下没有处理的这个请求数的阈值啊，默认值是1000啊，一般不需要修改。pre-alloc size 是设置预分配的事务日志文件大小啊，默认是64 MB 啊，这个值太大，一般来说呢改成。10240啊，这个呢是多少？这个是字节的话是10兆啊，设置为10兆就可以了。snap 的 count 是设置两次快照之间的这个事务数啊，一般来说这个不需要改啊。trace file 啊，这个一般也不会调啊，这个不会调。
Max Collect Connection 啊，这个是单个客户端与单台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数限制，这个是 IP 级别的一个限制，也就是单点到单点之间的啊连接数。默认是60啊，如果设置为零呢，就是说不做任何限制啊，建议大家呢不要设置为零啊，不要设置为零。最好呢，你如果确定连接数不是特别多呢，甚至可以把这个值改小啊，比如说改到30啊，其实一般来说也，对中小集群呢也够哈。Client Port Address 是指 ZK 的端口监听啊，在哪个 IP 上生效？一般的这个配成0.0.0.0啊，或者配成你这个私网的内网地址都是可以的。Min Session Timeout 和 Max Session Timeout 这两个呢是用来控制这个Client 的超时时间的啊，超时时间一般不会去改啊。Async 啊是指设置触发告警的这个存储时间的这个同步阈值啊。这个阈值呢，也就是一个告警的阈值啊，也不需要改。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 ZK 的数据能及时的，也是 Fsync 到磁盘上去啊，也是这么一个参数。Auto Purge 这两个呢，也不用修改啊，不用修改。这个是用来清理这个快照啊，快照和事务的文件功能啊，也不需要改。Sync Unable 是3.4.6后新加的参数，在我们的那个 CDH 上应该是没有开放出来配啊，但是你要配呢也能生效的啊，是指在这个集群，如果你使用 Observer 节点的时候啊，要不要把这个日志也写到磁盘啊？我们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用 Observer 啊，我们现在用这个 ZK 啊，都一般设3个5个节点都不会用 Observer 啊，所以这个呢也配置成 False 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集群配置啊，这几个配置呢是在集群模式的 ZK 下采用啊，这个一般来说也不需要改啊，除了这个 server 点叉这些呢，除了在部署的时候啊，这个CDH 会自动帮你修改的啊，你其他的也不需要改。像 group 的呢，这些是用来控制选举的啊，控制选举的投票权重的，这些呢一般也不需要改啊，我们就认为选举的时候一个节点就是一票啊，基本上都是这样搞的啊，也不需要去调整这些。connection timeout 是用于设置这个群首选举的超时连接啊，也不需要改。standalone unable 啊，这是3.5.0中的集群啊，一个配置。现在我们的也是 CDH 版本也是没有的啊，这个你也不需要管。那基本上要改的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除了前面必填的三个配置以外啊，也就只有像这个 data dir 啊，然后像 max connection。啊，然后这两个 timeout 啊，你可以改一下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参数，ZK 也什么没有什么参数需要修改啊，也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简单。最后一部分呢，我们ZK 我们就这样过啊，ZK 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本身啊，Zookeeper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一致性服务，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啊，你原理要深究它呢是非常复杂啊，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般啊，ZK 啊，比如说在我们的集群上就用来做选主啊，或者用来像 HBase，我们用来登记啊这个region server 的活性啊等等啊，都是做这种的。像卡夫卡呢，可能会用来存储一些这个元数据信息啊，都是做这些比较简单的作用的啊。那么你如果对 ZK 啊有非常特别的这个使用的需求，啊，比如说，你用 ZK 来实现一些，分布式锁啊等等啊，比如说你自己的应用啊，要用 ZK 要这样用，你有一些疑惑的话啊，你也可以单独的来问我啊，因为在当前我们 CDH 的这些组件上啊，ZK 用的是啊比较简单的啊，没有什么非常复杂的应用，所以我就这边就快速给大家过一下啊。最后一部分呢是这个 have job 调用。那 have job 呢，这一块呢，其实啊，这个是我们的大纲中列进来的啊，所以呢，我也不得不讲。但是这块东西呢，实际上啊，是面向这个开发同学的啊。运维同学呢，实际上啊，你在工作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有个开发的人，他因为某些 SQL 写的有问题啊，或者什么，他就
来无端的指责你这个集群性能有问题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这个呢也放到运维课中呢，也就是给大家一个能够帮助开发同学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你用来自证清白的啊一些这个手段啊，也给大家讲一下。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搞过 Hive 的数仓开发啊，或者说你对SQL 这些都不太熟悉的。啊，可能呢，我后面讲的东西你，听不懂啊，或者说你没有感触啊，这都非常正常啊，这都非常正常。那么 Hive 呢，我其实后面的这个例子啊，截的图呢，都是在 Beeline 下截的图啊，Beeline 呢是 Hive 的一个客户端啊，但是你要实验后面的例子呢，其实自己也可以实验一下啊，实验的方法呢，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 Hue 来做实验啊。我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Hue 怎么用。那 Hue 呢，这个你点进去 Hue 这个 Web UI 下面有两个地址啊，一个是 Load Balance 的。Load Balance 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集群啊，你这个 Hue 啊，可以起多个实例。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本来是个 HA Proxy 的服务啊，它可以帮助你这个做一下负载均衡，代理到不同的服务上去啊。那这个点开呢，其实是起在8889这个端口上的啊。这个呢是起在不同节点的这个8888端口上的啊，那你其实点这两个都可以，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这个网络安全组的时候啊，介绍安全组的时候呢，我是推荐大家把这个8888和8889的两个端口都打开啊，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先确保把这个配置啊让它允许，就把这两个端口都打开，然后呢，你这边发现 Hadoop 一这样跳不过去。那么你就把这个跟往下去拷贝过来，拷贝一下，啊，这样的就能过去了啊。然后你 Hue 在首次登录时候设的用户名和密码呢，后面就会成为你这个 Hue 的这个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啊。首次登录可能有些慢啊，我们稍微等一下。好，这边呢我就比如说设个。HDFS 账号作为管理员账号啊，那么我们就直接这个 create，然后就进去了。设 HDFS 的账号的好处呢，就是 HDFS 呢，它同时也是这个HDFS 服务的超级用户啊，这样的话呢，你建一些表啊什么的就不会有这个权限上的问题啊。用 HDFS，你如果用 admin，那可能呢你这个 HDFS 你开了 ACL 以后。你会发现，admin 账号是建不了表的啊，这时候就比较尴尬了 所以推荐你还是这边啊，admin 用 HDFS 啊。哎，今天阿里云又比较卡。好，那我们就接着先讲 PPT 吧啊，这边就等它刷着啊，这个擦掉就可以了啊。那么实际上这个第一次进来啊，你可以点一下这里啊，点一下这里，然后点到这个 Hue Administration 啊，然后点击这个里面呢，你第一项是 Check Configuration 啊，你不用管啊，直接下一步，哎，下一步到哪里去了？哦，这个页面啊，这个。缩放了以后，这个显示不太正常啊。直接点这个啊，直接点这个，点到这一步啊，examples 啊，点这个。我推荐你点一下这个啊，这个呢，它会就是把一些这个示例的表啊，给你建到 Hive 上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些表来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啊。你点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好，这时候呢，表已经导入了啊。其实你在这边刷新一下，你就会看到有4张表导入了。然后呢，你在 Hive 的这个查询里面，你 select sync from，比如说 CUS customers 呢，就能来看一下它的数据啊。这时候呢，数据就已经导入了。你可以用这些数据，当然这个数据量都不是很多啊，可能这个 weblogs 这张表稍微多点，另外两张表数据量都很小的啊。你呢可以用它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测试。啊，当然，我这里介绍的这个 Hive 这个性能优化的
很多例子呢，可能你用这点数据量啊，不一定测得出来啊，你理解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啊。第一个优化点叫 fetch 抓取啊，fetch 抓取。某些简单的查询，比如说我们刚才执行这种 select sin from 这样的查询呢，它是不需要走 MapReduce 计算，因为你刚才看到啊，我这边执行一下啊，很快就出结果了，并且呢，这边的日志里面没有显示啊生成了多少个 map，这多少个 reduce。这个就是因为啊，我们开启了这个 fetch 抓取的这个特性。那么 fetch 抓取的这个特性呢，这个是通过 have fetch task conversion 啊这个配置来控制的。默认是 more 啊，就是说呢，对 select 啊以及 select 带过滤的 select 啊，以及对带 limit 子句的 select 操作，都支持 fetch 抓取。那么老版本的 have 呢是 minimum 啊，就只有 select sin 啊以及 select sin where 支持啊。那么也有可能被人啊，你发现如果是这样的简单语句啊，没有直接读文件的话呢，也有可能被人默认为配置成 none 了啊，这个你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可以从你这边执行过程中有没有起 MR 啊，来非常简单的看到啊，到底是有没有走 fetch 抓取的。那本地模式是指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很小的 circle 啊，很小的 circle，数据量非常小的这些 circle 呢，可以用一个节点上啊，在一个节点上全部的来执行掉啊，这个就称之为本地模式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在多个节点上来起 MapReduce 呢，首先有这个 container 的这个启动时间啊，其次呢还要有这个数据的 shuffle 时间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那么对于少数据量来说，这个是不划算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这个true 啊，把这个参数值设为 true 来启用这个本地模式。这样的话呢，我记得是啊，包括你这边还有个参数值是可以用来控制本地模式的这个所输入的这个最大数据量是多少以内啊，它用来起本地模式，默认的是128兆啊，就是说你的 input file 小于128兆，它就走本地模式了啊。那么这个参数呢，也可以这个通过就是后面你这个在比如说在这边啊，你如果全局的参数是 false，你如果对这个 session 想用的，你在这里面 set 一下，然后你再 select 什么什么什么啊，敲这个 circle 也是可以的。这个参数呢，就只会在当前的 session 里生效啊。那这边呢，就有一个图啊，看到，比如说我这个当然了，我这边是为了它的时间长一点啊，我是有一张表，我 select 清以后呢，做了一下 cluster by 啊，来对它来进行一个分桶操作。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既有 map 又有 reduce 啊。那这样的话，如果开了本地模式啊，因为这张表呢比较小。开了本地模式以后呢，我测的结果呢是17点几秒啊。如果把本地模式禁用掉，来这样执行呢要40多秒啊。那就是说，对于比较小的数据量，本地模式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性能提升啊，因为它不需要 shuffle 数据，不需要去起 container 啊。然后呢，这个查询中呢有一些表的优化。首先呢，对于小表 join 大表这种情况，在比较老的 have 版本中啊，比较老，像0.1以前啊，0.10啊，零点几啊这些 have 版本中，如果有小表 join 大表呢，那时候啊是推荐把小表写在 join 的左边，这样的话呢能够提高性能啊。但是呢，在新版本的 have 中，由于它已经有这个基于数据量的这个执行引擎的优化啊，所以不需要你人工的去控制这个小表写在什么地方啊，它自动的能够识别这哪。你 join 的两张表啊，哪个是小表，哪个是大表？啊，这边有个案例呢，就是说我这个dim movies 啊，我这边有个测试用例啊，大家了解一下啊。dim movies 啊是张维度表，是非常小的啊。那这个是一张事实表，这个就比较大，可能有几百万行数据啊。那么这两个 join 的时候呢，我如果把小表写在右边，大概是49秒左右。小表写在左边的是48点几秒啊，这两个是没有显著的区别的，你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啊。那真正一不一样呢？你还可以用 explain 来查看它的这个查询计划啊，也会发现这个他们扫描的数据量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整个执行的计划的过程啊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大表 join 大表呢，可以优化的点就不多啊。
这里面有一个点呢，就是说要注意啊，存不存在数据偏斜的情况啊。那么经常在生产中发生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啊，这个比如说啊，有你 join 的这个列里面啊，有一个列呢啊，有一个列呢是允许存在空值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对于空值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啊特定的一个值，它都会发送到同一个 reduce 中来进行这个啊连接。那么如果你这个一张表中连接的这个字段空值特别多啊，比如说你有一张表有一亿行数据，其中啊一亿行数据中5000万行这个字段都是空值，那你用来啊这个连用它来连接的话啊，有一个 reducer 就需要负责5000万行数据的这个连接啊，其他的几个 reducer 可能负责剩下的5000万行数据连接。那你就出现了这个数据偏斜的情况啊，这个呢，轻一点的可能会导致你一个 reduce 做的特别慢啊，重一点的可能会导致 OOM 啊，所以说你要啊，如果这个是你认为是不需要的值啊，你就在连接前先把它过滤掉啊，然后再做连接。那么 map join 呢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啊，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这个小表广播啊，小表广播。它的目的呢，就是说，以通常的这个连接操作啊，都是在 reducer 端来进行的啊，reducer 来，因为我们知道啊，map reduce 它的机制，在 reducer 的时候呢啊，在 reducer 之前啊，会有一个 shuffle 的过程，对吧？shuffle 的时候呢，会先对键来进行排序，然后呢，对于同样的键，你在这个连接操作中，同样的键啊，放到同一个 reduce 中去，这样的话呢，这部分数据就在一起了啊，它们就可以被连接到一起了。那这个是通常在 reduce 端来做 join 的这个方法。那么对于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表 join 大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种优化的方法，就是把小表全部加载到内存中去，然后呢，广播到啊我每一个起 map 任务的节点上去。起大表的 map 任务的节点上去，然后呢，在 map 端来进行 join。那么想启用啊 map 端 join 或者是小表广播，就只要把这个参数值，你可以在全局上设为 true，也可以在一个 session 中啊 session 中单独的来把它 set 为 true 也是可以的。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小表 join 大表的这个例子啊，之所以能成立，其实呢也是因为它在执行计划中已经发现了这张表是小表啊，它自动的就启用了这个小表广播。那么如果啊，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有一张表是，一张子表啊，通过子查询来生成的一张表啊，在这时候可能数据量呢，这个Hive 它的执行引擎分析不出来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又会走这个 reduce 端 join。那这时候呢也有一个办法啊，我们称之为 hint。啊，所谓 hint 呢，就是你自己来写一些提示，来提示啊哪张表是小表啊。比如说，这个 hint 的写法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写一下。比如说是这样，select 啊，然后呢，你在这边写一个 hint，hint 呢是这样写啊，是写一个类似于注释，但是在注释里面呢，你要写加 map join，然后在 map join 的后面呢带上表名啊，这里呢你可以写表的全名，比如说叫 dim muis 啊。你可以写表的全名，然后呢，select，比如说这个 A 点心啊，B 点心，from 啊，from dim 这个 dim movies 我们称之为 A。啊，这个不能换行啊，join，比如说 ratings b on，然后什么什么啊，你这样写。那这里呢，除了 dim movies，这里可以写表的全名以外呢，还可以写这个你里面给它指定的别名也可以的。比如说 A 这张表是小表啊，你就把这一串 dim movies 你把它替换成 A 啊，写 map join A 也可以，也就是把这个小表写在这个地方。给 Hive 一个提示啊，当然了，我这种简单的 join 啊，Hive 是知道的啊。你如果后面有一个子查询，或者说有非常复杂的子查询，Hive 不知道这张表是小表啊，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它进行一下提示啊，提示。
Group by 啊，也就是这个汇总的情况啊。默认情况下呢，map 阶段就同一个 key 会发送给同一个 reducer 啊。当某个 key 数据特别多的时候，你做 group by 呢，就会出现这个数据偏斜的问题。那么并不是所有的 group by 啊都是要在 reducer 端完成的，一些聚合啊，一些 group by 操作是可以在 map 端来进行部分聚合，然后在 reduce 端合并到最终结果啊。这样的操作呢，是像我们称之为可associative 啊，可 associative 可联合的操作，比如说 sum max 这样的操作就可以啊，比如说 a 加 b 加 c，你可以把 a 加 b 啊的结果得到，再和 c 去求加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像 max 也是 max a b c，你可以 max 先做 max a b，再这个结果和 c 来做 max 啊，这些我们称之为可结合的操作啊，它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的。但 average 就不行啊，大家可以去试 average A B C，你先求 average A 和 B，然后再和 C 求 average 啊，这个值呢就可能是不是三个数的平均值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的。这个是一个数学上的特性啊，只有部分的这个操作符啊允许。那么开启 map 端聚合的操作就是 set map A G 加等于 true 啊，然后呢来指定最大条数啊，要不要做这个数据偏斜的时候做均衡等等。这些操作三个都开起来以后啊，你就可以对一些比较大的这个 group by 的操作啊，这个来进行提速啊，提速。那么 count distinct 的呢，也是一个啊非常慢啊，或者说在日常的工作中很常用，但是呢经常会导致性能问题的一个操作啊。一般来说呢，这个count distinct 的操作都是用一个 reduce 操作来完成的。如果这个数据量很大，而且呢可能有一些数据偏斜情况啊，就会导致整个 job 的速度很慢。那么有一个优化的办法呢，就是先做一步 group by，然后再做 count。比如说啊，这个是是一个 SQL 的优化技术啊。比如说你要做 count distinct UID 啊，from dwratings 这张表。因为这张表非常大，然后呢，你这样 count distinct 啊，因为只会起一个 reduce 啊，所以这样就比较慢。那这样有一个优化的手段呢，就是说你可以先 select UID from dwratings group by UID 啊，因为我们做 group by UID 的时候，UID 仍旧是可以打散的啊，它可能会起四个、八个啊 reduce 这样来做。那你这边呢就有啊四个、八个并行的 reduce 来做这一步啊，来做这一步。然后呢，你再来做一下 count 啊，再来 count 一下。这时候在这里呢，会起一个 reduce 来做啊。这样呢，虽然会多一步的 reduce 啊，但是呢，这个在 dwratings 这个数据量啊非常非常大啊，可能几亿条、几十亿条的时候啊，这样的是值得的啊，因为在这一步的时候，它用了多个这个执行端啊来并发的来进行执行，所以这一步会快很多。啊，这一步会快很多，相当于在这一步里面已经把你重的这个 UID 啊都已经合并掉了啊，都已经合并掉了。笛卡尔机啊，所谓笛卡尔机呢，就是两个 join 啊，这个你可以认为是全部 join 起来啊，全部 join 起来。那么这产生笛卡尔机的原因呢，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这个 SQL 写的不正确啊。默认来说呢，就这个可以把这个参数啊，可以把这个参数设为 true，这样呢，就是说，在你这个 Hive 的执行引擎检测到使用笛卡尔出现笛卡尔机的时候啊，就会禁止来执行啊。小马哥呢也听说过啊一个案例哈，在某个大型国企啊，大型国企啊里面招的那些招的一个数仓开发啊。他呢，还是那个国企甲方的一个开发啊，那个开发呢，大家也懂的啊，在很多国企招人呢，可能学历很高啊，但实际上干活呢是比较差的啊。那这个人呢，就做了一个事情啊，他去写了一句 SQL，是一张比较小的表啊，我们称之为 A 啊，select sin from 啊 A，然后呢 join A。然后呢，又 join A，又 join A，啊，好像 join 了三遍还是四遍。然后呢，这三遍和四遍 join
都没有写维尔条件啊，这每一次 join 呢都产生了笛卡尔机。然后呢，因为这么一个 join 啊 join 操作，虽然这个 A 表本身不大啊，就把它整一个啊队列的资源都吃光了啊，都吃光了，引发了一次线上的生产事故啊。当然还好，这个那个集群呢是划分了很多个队列啊，给不同的租户用，没有影响其他的更加重要的这个生产任务啊，只是影响了部分的这个报表啊、取数啊这样的任务啊，所以还好。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在没有禁用这个笛卡尔机的时候啊，这样的很病态的这个 circle 也会运行起来啊，这时候呢就会啊对你集群产生这个各种问题啊，各种问题。行列过滤就是说呢，在 select 中啊，尽量不要用 select 星，因为 select 星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数据都拉出来啊，然后呢来推送给你的客户端啊，这样一个呢耗带宽啊，第二个呢这个其实我们现在 Hive 呢是可以在执行端来做这个用列来直接来过滤数据的啊，不需要这个把这么多数据都弄出来，然后到这个客户端来做过滤。所以尽量的啊，这个对列啊，尽量用 select 的指定列名这样的操作啊。有的公司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你这个开发的脚本是不允许用 select 星的。那么还有行呢，就是说在连接前啊，尽量早的来执行维亚条件来做这个数据的过滤啊。那么还有动态分区啊，所谓动态分区呢，就是指我们很多 Hive 表称之为是用分区表啊，比如说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拿这个日期啊来进行分区啊，一天作为一个分区。那么所谓的动态分区呢，就是指你在往这个表里插数据的时候，你可以不指定这个分区的值是什么，而是指定这个分区的值等于某一个字段的值。这样的话呢，这个字段啊，比如说它既有2020啊06不是07110的值，又有2020-07110的值啊，这样的话它等于哪个值，它就会插到哪个分区里去啊，不用你显示的来指定这个分区的值啊，那这个特性呢，一般啊在生产上呢，我们都会开起来啊，都会开起来，就是动态分区这个特性。那么还有呢，就是动态分区呢，可以啊指定为严格模式或者说非严格模式。严格模式呢，就是说你开启动态分区的时候啊，至少因为我们知道分区你可以用几个字段来做联合分区的。那是严格模式呢，是指你至少又有一个字段是指定了静态的值的。那么非严格模式呢，是指所有的字段啊，就比如说你一个字段，那这一个字段就，你如果是严格模式，就一定要指定这个字段值了啊。如果是非严格模式，那么这一个字段呢，也可以用这个参数值啊，列名来填充。那一般来说呢，在生产也会把这个非严格模式打开。另外还有一个参数呢，就是说啊，最多允许创建在一个 circle 里啊，最多允许创建多少个动态分区，啊，这个值一般设成1000，这个你要看啊，这个情况你就要看，比如说你是，比如说你这个值，如果你假设你就设了100啊，那你可能呢一次性跑1年的数据就跑不出来啊，因为你可能需要连续的生成365个分区。你就生成不出来啊，到100个的时候呢，它就报错了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来调整啊。还有呢，像这个这些参数叫 Dynamic Partition per Node 啊，每个这个每一个节点呀、啊、有多少这个分区，然后呢，每整个 MR 作业中可以创建多少 HDFS 文件。啊，以及呢，这个空分区生成的时候要不要抛出异常啊？这种值你都可以，不需要设或者取默认值都可以啊，都可以，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还有像数据编写的情况，数据编写呢其实是可以说是 Hive 优化中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啊。那这边呢，只有小马哥呢只能说几条经验啊。这边第一个经验呢是合理设置 map 数。啊，通常就是说，一个 map 处理一个分块的数据啊，有特殊需求的时候呢，你可以人工的去做打散啊，或者说这个动态的增加或减少 map 数，还有那小文件合并啊，这个减少 map 数也是可取的啊，因为很多小文件的时候，因为你一个小文件就是一个块啊，这样可能 map 数非常多啊，会
消耗很多资源，但是呢又真正没有处理多少数据啊。还有每个 map 中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呢，可以去增加 map 数或者人工的来进行打散啊。最后呢是合理设置 reduce 数，每个 reduce 处理的数据量啊，默认是256兆，这个呢会在你任务提交的时候啊，就会给你这个由 AM 给你估算好啊，然后来起多少个 reduce，它都会算好的。那么如果 reduce 处理数据量很大，或者生成很多个小文件呢，你可以适当增加或减少 reduce 数啊。一般我们来说，增加 reduce 数的这个情况呢反而比较多啊，因为 reduce 比较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做 group by count distinct 的时候啊，非常容易 OOM 啊，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考虑尽量的打散，然后来增加 reduce 数啊，保证数据能跑出来啊，这种情况反而比较多。还有并行执行啊，并行执行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优化措施吧啊，或者说是一个提高整个 job 执行速度的一个优化措施，因为 Hive 的查询呢，它是把一句 SQL 你输完以后，它是通过解析器啊，把它解析成一个一个 stage 来分别执行的啊。你在一些比较大的 SQL 里面，你去看它日志，会看到 stage 一、stage 二、stage 三、stage 四啊，做很多很多个 stage。那么这个 stage 呢，可能啊在中间呢是 MR 任务啊，也有可能呢是像什么合并啊、limit 啊或其他的一些操作。在默认情况下，也就是说，这个 Hive exec parallel 这个参数不开的情况下呢，Hive 是只会线性的来从第一个 stage 执行到最后一个啊。但是呢，有些 stage 呢是完全可以并行执行的啊。这时候呢，你把这个参数值打开啊，Hive 的执行引擎就会尽可能的啊，在可以并行的情况下来并行执行啊，使得整个作业的这个执行时间缩短。然后呢，这个最大并行度啊，你也是可以设啊，也是可以调整的。那还有这个严格模式啊，严格模式呢是用来帮助你检测一些 SQL 是劣质查询。比如说呢，这个它可以禁用三类查询啊，比如说对分区表啊没有指定分区字段啊就会禁止执行。然后呢，order by 的子句没有带 limit 它也禁止执行啊。然后还有产生笛卡尔基的查询，它也会禁止执行。那么，一般来说啊，你如果那个呢，可以在集群层面啊，把这个值呢设置为 non-strict 啊，把它设置为呢把它设置为 strict，然后呢，在这个在你这个你确定你需要干什么的时候啊，你在这个 session 里面啊，再把它来打开啊，再把它来打开。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推测执行啊。这推测执行呢，其实是那个 map reduce 的一个特性啊，就是说对部分执行的特别慢的 map 或者 reduce 啊，来起一个新的 map 或者 reduce 来做。但是，我们说一般来说啊，这个个别 map 或者 reduce 执行的特别慢的原因呢，都是这个数据偏写啊，所以说呢，开这个推测执行呢是基本上没什么作用的，而且呢还会额外产生这个性能开销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推测执行都把它关掉。啊，压缩，那么就是说啊，这个你可以在这个空间和性能上啊来做一些交易啊，你自己做取舍。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更换执行引擎啊。其实 Hive 这个啊，我们说啊，Hive 啊，在默认的配置下呢，它是 Hive on map reduce 啊，就是跑转换成 map reduce 的这个引擎啊来进行运行的。但是呢，实际上 Hive 也可以 on Spark 或者 on Taz。Taz 又是另外一种这个执行框架的这个引擎。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on Spark 呢，是你直接把这个参数设置成 Spark 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要用 Taz 的话，首先啊，Taz 这个组件要额外装的，而且装的相对来说还比较麻烦啊。其次呢，就是说，不管是你 on Spark 还是 on Taz，因为你执行引擎换了啊，不保证你以前写的 SQL 脚本啊100%都能在新的引擎上跑。啊，很有可能部分语法是不兼容的啊，就会导致报错。所以说呢，这个也不是说啊，你想换就能换啊，因为相对来说啊，Spark 大家知道是内存计算啊，那 Taz 呢虽然还是走类似map reduce 这样的这个并行计算框架啊，但是它这个框架呢，对这个执行计划有一些比较强的这个优化啊，会减少这个 shuffle 的这个数据量啊，所以说呢，这个也会比。
啊，默认的 M2 的这个执行引擎来快一些。但是至于要不要换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具体任务具具体需求去评估啊。实际上，你真的想，做 Hive on Spark 的话，你还不如直接写 Spark SQL 呢，对吧？这个呢是一个点啊，一个优化的点，但是你可以自己考虑。那么今天的这个最后这部分 Hive 呢，只是一个啊。其实是面向开发同学的一个内容啊，对运维同学来说呢，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啊。那么我们，对运维同学来说，你还是把精力着眼于前三部分啊，就是 HBase、Kafka 和 ZK 的参数调优啊，包括这个参数里面有些东西，如果你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原理，或者说你对里面的名词感到陌生的话呢，还是推荐你回到啊前面的这个基础课啊，再去看一眼啊，再去看一眼啊。如果你有任何这个调优啊方面的这些问题啊，或者说你觉得某些细节我还讲的不够细致，你想再了解一下啊，你也可以这个单独的来向我提问啊，通过助教来提问也可以啊。那么今天啊，我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那大家看看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呢就，后面2分钟给大家问啊，没有问题呢，我直接到10:10我就下课，好吧？没有装完集群的同学啊，推荐还是速度去装一下啊，速度装一下，把它装完。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还剩三讲课啊，还剩三讲课。那么下一讲课呢，是一个大数据集群的安全的课啊，会讲 Kubernetes 啊、Sentry 这样的东西啊。但是 Kubernetes Sentry 呢，这个我不推荐啊，不硬性要求大家一定要实验啊，因为这玩意儿非常容易把集群搞坏啊。你看我操作一下也可以啊，包括我操作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各种问题，那我们只能，一起来边研究边解决啊，可能会有各种问题。那在后面两讲呢是这个一个企业级运维实战啊，可能我们会这个去做一些这个集群方面的一些这个日常的运维的动作啊，看看是怎么做的啊，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配置调优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简单的这个。像数据采集啊，有没有数据采集没有啊？比如说像那个重要进程做 HA 啊这样的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是企业级运维实战啊两节课，基本上后面就是这样安排啊，一共还有三节课啊。那三节课我这边三节课结束以后呢，就是后面下一位这个穆老师给大家上课了，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对之前有的东西还有疑问，就尽快提给助教啊，问一下啊。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还是通过助教啊反馈给我就可以了。